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欢迎大家出席今早的青年主日崇拜。诗篇69篇34至36节：愿天和地、海洋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一起来赞美他。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当我在青草地，在安歇地睡遍，他是我灵魂苏醒，领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是因有故，也必不怕遭害。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起喜乐的心，赞美的心，来赞美我们神。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地睡眠，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是因有故，也必不怕遭害。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父辈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Yeah! Up key, come on!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是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地睡眠，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是因有故，也必不怕遭害。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掌和你的肝事事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掌和你的肝，事事都安慰我。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到永远，到永远，在你殿中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在你殿中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在你殿中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在你殿中到永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
弟兄姐妹，今天是青年主日，让我们一起以一颗年轻人的心，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Come on， 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Amen。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不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哦，我要赞美我的主，主的喜乐是我力量，哦，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要赞美，不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我要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赞美你，我要赞美你，我的主。让我们将一切尊贵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那永远得胜的君王。无论在高处或低谷，在你呼召我们之处，我们都要用歌声来高声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主。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献上敬拜，无论在。
姐妹，让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天父，父神，我们今天青年主日，特别我们在这里要为着我们教会，我们的青年团契来祷告，更是我们要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主，我们看到过去的年日，我们的青年团无论是在青年的小组上，或者是在青年团的青年庆典上，主啊，我们都看见你都引领我们，都透过青年团来栽培了、兴起了许多的青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啊，我们要奉主名祝福我们教会的青年人。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挑战的时代，我们呼求主你自己的这个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来引领我们的青年人，使我们的青年能够在这个挑战的时代成为基督的精兵，忠心的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更是愿意的摆上自己被神你使用，能够在生活里面，无论在工作，无论在侍奉，在家庭各方面上，在这个感情上，在学业上，都能够
天天的愿意的依靠主你，愿意的遵行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青年人在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能够成为光，能够大大的来被神你使用，你加添我们的青年人的力量。主啊，我们要呼求你带领，让我们的青年团契能够祝福更多更多这个社区里面的青年人，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的有迷失的这个的青年能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寻找到你，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信靠你，跟随你一生，能够走在你的道路。我们赞美，我们把今天崇拜都仰望，我们呼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无论我们在家在哪里，今天同心一起敬拜的时候，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使今天早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敬拜的人，主啊，我们都要在灵里面与你相遇，更是我们要在灵里面被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灵里面要苏醒起来。主啊，我们把整个崇拜仰望，我们都渴慕要经历你对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以使徒信经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早正道的经文取自于希伯来书10:35，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接下来我们有请刘俊业传道 Pastor Daniel 来分享今早的信息。今早的信息主题是站心高，生命的深度决定你视野的宽度。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来到线上崇拜，我们今天是青年主日，青年主日，哇哦，我感受到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我感受到自己年轻了一点啊。要我祝福在线上一起参与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在心境上和一日新似一天，我们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希望和盼望。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预备我们自己来领受他的话语。神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愿主你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的丰盛，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仰望你的时候，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你成为我们的鼓励，你成为我们的盼望，你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深信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了解，来到认识你，来到与你同行，奉靠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今天是角东卫理公会的青年主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青年主日的这个期待是什么，我不知道今天你对神的期待是什么，我不知道今天你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参与早上的崇拜，可是今天我凭着信心来仰望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善功，来做心事，阿们。那在昨天晚上呢，我就发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把它记录下来，写在我电话里面，所以我现在就看着那个内容读出来啊，讲一讲那个梦的什么梦，怎么这么奇怪。 OK， 我在梦里面呢，我梦见我自己在林书豪的洗礼啊。林书豪你知道是谁吗？ Jeremy Lin 是那个打篮球很厉害的，从 NBA 现在打到 CBA 去了。 OK， 林书豪的洗礼，哇，林书豪那时候洗礼几岁啊？我上网检查了，原来他是在青年的时候洗礼的，他来自基督教家庭，青年的时候洗礼。
所以我在那个洗礼的这个一个应该是在崇拜吧，或者在一个聚会里面吧，就林书豪在洗礼，可是我不认识林书豪，林书豪也不认识我，我们没有讲话。那我就认识当中一个青年人，那这个青年人是什么时候？所以是一个 throwback， 你知道吗？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啊，而不是现在的事。然后我看到这个青年人，我就跑过去，哎，我不知道什么名字哦，我就在梦里面嘛，就看那个青年人，我认识的，我就跟他讲话，你知道吗？这个洗礼的林书豪，将来有一天他会很出名，他将来有一天会很厉害，然后打篮球很厉害，然后出名到全世界很多人认识他，哇哦，而且他是基督徒，哇哦，这个但是。这个内容没有停在这里、哦、然后我继续告诉他，然后你知道吗，在2019年，在2020年会有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的爆发，影响了全人类、哦、我跟他讲这个好像一个国家机密，一个全世界的机密，把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告诉他，他听了很震撼、哦、那个是好多年前、哦、好像在这个梦境里面才有可能回到过去嘛、哦、回到过去告诉这个青年人，好像有一天在2019-2020年的时候会有这个病毒叫 COVID-19、哦、会在全世界爆发，然后他听了过后就吼吼吼是哇，他又相信我、哦、然后过后我就散会了，就离开了，想要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到喂，好像有被人跟踪、欸、我被人跟踪、欸、然后发现到喂，那个我跟他讲话的那个青年人他也被追杀的感觉呢，就有人在追杀他呢，然后我就想怎么办，我要救自己还是救他还是怎样，我就逃难啊，然后在过程里面又想办法想要救这个青年人啊，可是我救不到，然后我发现到有一个东西在打我，在打我，一直打我，是什么东西在打我？我一开眼睛，是我的儿子，是我6岁的儿子叫我起身，他讲天亮了，要起来了。OK， 这个是我在昨天的梦，昨天刚刚发生而已。我们想象一下，那个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林书豪洗礼。啊、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个 COVID-19， 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在想，我一直在思考神啊，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梦？哦、今天我需要来到讲道，为什么这个梦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哦、神给我一个这样子的看见、哦、你弟兄姐妹，你和我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过去，但是神要改变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那些事情，过去的事情。所以你有新的眼光，你有新的视野呢，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去期待你的未来。我再说一次，你不能改变你的过去，但是神要改变你对这些过去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甚至现在发生的事的看法。你有新的眼光跟新的视野，才可以去用真正的眼光去看待，而且你带着期待来迎接你的未来。那这个疫情呢，带给我们呀可大可小的挑战。有些人因为这样子而没有动力，没有方向继续前进。哦，因为不新的事情，如果你看报纸，这不新的事情啊，时常都会发生。那你可以选择停留在遗憾里面，你可以选择停留在遗憾里面，你也可以选择迎向挑战。那个关键在于改变，在于改变。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青年主日的主题，叫做。站心高，站心高，挑战的站，新年的心，高度的高。然后我这里有个小题，生命的深度决定你视野的高度，你生命的深度决定你视野的高度。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来挑战，需要来成长，我们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我们也不敢，我们也不愿意。那在我进入接下去讲到之前，我想打一个广告、哦、在下个星期六，就是来临的星期六、哦、来临星期六有两个很重要的、活动，需要大家用祷告来纪念。 OK，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海报。那在你左边你看到的这个呢，是青年团哦，叫东卫理青年团哦 KMYF 所主办的一个线上的自我提升免费课程，听好来哦，是自我提升免费课程哦，而且我们的群体 target， 我们目标的群体呢是18-35岁的青年人，我们期待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还没有认识信仰，还不认识耶稣，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用才华、用恩赐、用才干来祝福这个社区。当你讲25号这些题目是青年人呢，这样成年人怎么办？感谢主，我们同一天也有成年团的活动，就是职场讲座，我们请来了很优秀的一个企业家来和大家分享见证，并且带领大家如何来看待，如何来在这个疫情里面有一个扭转局势的一个进步哈、哦。呀、yeah, ，打广告完毕，接下来我继续讲哈、哦。那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可以再进步了，
我们难想象我们在疫情呢 Pastor Daniel， 现在很多东西很不方便呢 Pastor Daniel， 很多东西你要做，你期待你想要看到的改变，你讲这样容易吗？很难的，你知道吗？那我们不敢想象进步，我们不敢想象踏前一步，因为我们怕失望，我们拒绝挑战，我们拒绝迎接这些挑战，因为我们怕失败，我们不愿意站在前面。有些事情我们应该承担的，我们应该承担。我们圣经讲，我们基督徒是光是盐，我们有些事情是应该承担，站在前面去应付、去应对、去回应、去讲话、去行动。可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知道站在最前面的人有什么情况啊？站在最前面的人，你的缺点最容易被放大。我再讲一次，当你选择站在前面去带领、去引导、去做影响、去做回应的时候，你的缺点会被放大的。为什么？你看报纸知道啊，所有站在前面的带领社会的、带领政治的、带领商业的这些讲话的人，他们的缺点最容易被爆发，然后被宣传、被放大。所以我们很怕，所以我们很怕，我们很怕做出改变，我们很怕失败，我们很怕我们前面这些带来的这种挑战，我们很怕站在前面。可是今天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怎样战胜这些所有的这种失望啦、恐惧啦、害怕啦所带给我们的这些种种的惨累。三个方面就是这三个字哦，叫做战心高哦。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给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就是今天的主要的经文。这里说什么？很短罢了，这一句话，我们来读一读啊，一起来，一二三。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再说一次，不可丢弃什么？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另外一段的经文其实就在希伯来书十章之后，十一章是讲什么？如果你自己回去看圣经，十一章讲着很多很多在圣经里面充满信心的人物，充满信心的人物。所以有人说这个是Hall of Faith， 一个信心伟人榜啊。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心伟人榜，你自己看哦。我们只看这里，现在只看一节，十一章三十节，这里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因着信，因着信心，他们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然后约书亚记，我们现在就看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约书亚记一章九节，这个经文这里说到，神吩咐这个约书亚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这个进攻，或者是要进去迦南地的。这个约书亚他说什么？他跟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哇哦，哇哦，这一句话，哇哦，讲起来多么震撼，多么鼓励。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给自己听的时候，我们未必感受到那个力量。甚至刚才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主啊你要给我这样的梦，是为什么出现林书豪，我都没有看篮球，都不打篮球的，为什么是这个人？所以我告诉大家，我真的很好奇，我就去上网找资料，去认识一下他，去听他的见证。我真的听到一个这样子的一段见证哦。他说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林书豪很出名的打篮球很厉害啊，可是他也试过很低落的时候。有一次他讲他在打着篮球赛，在打着篮球赛的时候啊，然后就分数已经来到抗衡到一个地步，时间已经要结束了，然后分数是一致一样的分数的时候，他挣扎，心里面有个恐惧来了，他讲我不要去拿球，这个时候我不要拿球，因为如果我拿球，万一我进不到，我就是那个罪魁祸首啊。比如说90分对90分，最后五秒钟你要去拿那个球吗？万一你拿了你进不到，你就是整场赛事大家的焦点就是你。所以他心里面很多这种恐惧，不要了，不要去挣扎了，不要去努力了，不要去想怎样去改变了，不要去想。他后来他反省这件事的时候，他讲怎么可能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怎么可能我会在那个时候竟然被恐惧被担忧给占据了。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容易吗？来，我们来看今天讲到的第一个重点，战役。我们讲战争里面一系列的战争里面，战役得胜取决于你与主同战。所以我给你看两个字，一个是战争的战，一个是战力的战。
战役得胜取决于你与主同战。你知道有一首歌吗？大家可能都唱过，他说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哇哦，呼喊吧神的百姓，神已经将这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城，交给你们了。这个就是等下我们看到的，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军，要进攻迦南地所要经过的第一场战事，就是对抗的第一个城市叫耶利哥，耶利哥城。好，我们这里看一小段的经文，然后我跟你们说一说这个背景哦。约书亚记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审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什么啊？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 OK， 这是一个很短的经文，可是我再说一说那个故事是怎样发展的背景。那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40年，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后来神说 enough is enough， 时间到了，这一代人死完了，新的一代来了，现在耶稣亚要带领以色列人正式进去迦南地。然后你要知道，当他们进去迦南地之前，神预备了耶稣亚的心，神拣选耶稣亚，就是在摩西离开之后，耶稣亚代替摩西做了这个我们讲带领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哇，几百万以色列人要进去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们在他们面前是要进迦南地，是，但是前面就有一条河，然后那个不是小河，这条河呢要过去的话，整百万人要过去麻烦，因为你不是身体湿的问题啊，是那个河升起来，是你过都过不去。但是神讲会在这里行一个神迹，虽然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多么的大能，这也会让他们其中一些人想起他们爸爸妈妈跟他们讲过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啊？就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神为他们开红海，现在神要开约旦河，所以神吩咐约书亚说，你现在吩咐祭司抬约柜的祭司抬着约柜，把脚踩在约旦河的河中，就用你的脚踩在水浅之处，一踩你看发生什么事。所以那个这些抬约柜的祭司一把脚踩去这个约旦河，然后马上我们说这条河的上流之处就马上停了哦，就好像那个水啊，你知道吗，这个水好像有一个墙壁顶住那个水，然后好像立刻立起成垒啊，就好像成为一个墙壁了，它就不能再走了那个水，然后在那个下流的地方，那个水已经慢慢的流完了，所以整条河干完了呢。所以后来以色列人经过这个约旦河是走在干地上面的，就如当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走这个过红海的时候是走在干地上面的。好，过约旦河前面就是他们要战争的对象耶利哥城，但是在他们打耶利哥城之前，你不要忘记耶稣亚呢派了两个探子去什么啊？去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去 spy，我们讲去做间谍，去了解里面的情况。但是你讲为什么是两个人啊？为什么是两个人？那如果你看圣经，你知道在摩西的时候，他们原本就要进这个地方嘛，迦南地。然后摩西派了几个人啊？他们从每个支派选一个人出来，十二个人出来进去窥探整个由那个迦南地，然后回来交的报告。他们交的报告是什么报告？两个人讲可以打。十个人讲 no 不可以打，太危险了，太可怕了，那边的敌人。所以后来是因为这样子的不幸呢，他们招惹了神的愤怒。他们不是不信他们手中的能力，他们是不信那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好，所以我们讲耶稣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我讲也是跟他的经验有关系的。所以耶稣来讲，我不用很多意见，我不需要很多看法来成就神的工作了，我只需要两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派了两个探子进去啊，
你知道吗？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哦，我们需要人家的意见，我们需要别人给我们看法，甚至我们找很多人认同我们。你讲对吗？你讲对吗？这个应该这样子做哦。你讲吗？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对哦，是啦，我讲是这样子做的。然后我们讲哦 ，OK， try 一下啦，试一下啦。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很多意见来确定我们做的决定，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你只需要两个就够了，而且两个是敬畏神的人就够了。就够了，你就可以行动了。所以两个探子进去这个耶利哥城那边，探了什么消息出来啊？他讲，其实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人都很怕耶和华的百姓，都很怕神的百姓。为什么他们这样怕？他们还没有看见什么事发生呢，他们连神迹都没有亲眼看过，他们只是听见某某某人讲关于犹太人，关于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事情，听过罢了。都这样怕吗？为什么会这样怕？然后我们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耶稣要带领这些军队准备了要打仗，但是神讲 Hold on， 等一下，你知道怎样打吗？所以神在有一次的一个这个我们讲耶稣要在预备，可能在预备的时候，神派了一个这个使者。我们相信这个使者很可能就是耶稣本人，在旧约里面显现在耶稣面前。这个名在圣经里面写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元帅来跟耶稣讲话，他说你要这样子来打，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哦，是围绕这个城。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个很出名，我们很说很多首歌很出名的歌来纪念这一场战争。因为不用刀，不用枪，他们用围绕这个城，用走路罢了哦。呀，走路罢了，走完了过后走了 七天，然后在第七天还要绕七次哦，所以总共我们讲前面六次，再加后面七次，是三次这个围绕里面，然后最后吹号角，那个城墙倒塌。这整个的事件，我们看到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不可思议哦。从人的角度来讲，怎么可能透过声音、透过号角就可以把城墙打倒吗 ？OK， 所以你看，在这两个探子跟这个我们讲围绕这个耶利哥城墙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多么的奇妙。可是在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忽略一样东西，就是神的约柜在这个事情代表着神的同在，代表着神的同在。所以在有神的同在为前提，在神的子民跟神同站立的时候，跟神的心对齐的时候，在神的子民来相信神、信靠神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决定是听着神的话语的决定，他们做的任何的策略都是依靠神的策略，他们支取的力量是神的力量，他们打的战争就得胜。所以为什么我说你的战争、你的战役要得胜，是有赖于你与主同战。你与主同战，你在这个战争里面就得胜。像耶利哥城的一个战役里面，以色列人是大获全胜，而且是奇妙神迹般的大获全胜。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耶稣雅记六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谁啊？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瞒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怎么样啊？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坍塌。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前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将城夺取。就这样子，他们战胜了这个耶利哥。但是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很奇怪的被提到，是谁啊？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人，他叫拉合，而且圣经毫无隐瞒的说他是一位妓女。我们知道在圣经不同的圣经学者一些书里面参考书，甚至他们讲他们尽量他们想漂白这件事了哈，因为记在圣经里面的哦，妓女哦，神竟然用妓女来拯救他的子民 ，OK， 他的确就是一个妓女，因为如果你等下我们一看哦，在其他的经文在新约里面，他的确就是一个妓女，不管你怎样解释他可能是旅馆的主人呐、啊，他可能是旅馆的老板娘嘞，但是他的确
就是一名妓女。这个妓女拉合因为借贷了这两个探子，因为她借贷了探子，而且她相信这个探子所相信的上帝，所以这里有一个应许给他们这一家，也是这个妓女的要求来的。她要她的一家，她跟她一家要得救，所以她只有整个耶利哥城所有的人，所有有生命的都需要被除灭，除了妓女跟她那一家被留下来。哇哦，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啊？我们要怎样来看待这个事情？第二个重点，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叫做心，就是占心高的心。这个心呢，同样的读音，同样的读法，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心里话的心，哦，新年的心和心里话的心。这里说什么？他说新的视野产生勇敢的心，新的视野要产生勇敢的心。然后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希伯来书，我们再来温习一次哦。希伯来书4:35很重要，很重要。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那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啊，对耶稣的信仰，对这个我们说信耶稣的这个信仰，这个好消息哇，充满着信心盼望了。但是你发现到，我们很坦白的啦，现在每一个在线上哦，你旁边应该只有家人跟自己人，很坦白的。如果你旁边一个家人，你坦白告诉他，你现在这个对耶稣勇敢的心，跟你刚信主的时候，刚刚经历他的时候，跟现在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这个勇敢的信心有没有跌落一点点？有没有差了一点点？很坦白的，如果你旁边没有人，你跟自己讲，你跟神讲，这个勇敢的心有没有跌落？有没有滑落下来？为什么会滑落下来？那我很喜欢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啊，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勇气？那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如果你有知识，你知道神是真的 ，OK？ 你知道神信靠耶稣，哇，是很好的，圣经的东西是全部都可信的，哦，是很好的，信耶稣的人很好 ，OK？ 信耶稣很好，信耶稣非常棒。可是如果你只有知道这些知识，你没有任何的行动来证明你所知道的这些知识，你那个不是真信心，不是真勇气。你看嘛，我特地把它放前去，那个行动，那个行动好像看不见那个字这样，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讲信耶稣的人，或者甚至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讲，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在台上讲的时候，我们充满着信心盼望讲了过后，但是行动，等着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去行动吗？如果我们只有知识，我们对神的认识停留在知识，在头脑上，没有办法在行动上产生出来，那个不是真信心，也还不是真勇气呢，还不是真勇气。然后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虽然他是，对对对，他是妓女，圣经讲啊，这个是妓女，这个叫拉合，这个妓女拉合，哦，不是 Rahab。拉合这个妓女在圣经里面她是一个怎样，她可以有怎样的生命，她可以有怎样的深度。我们讲在一个这样的城市里面，而且你要知道耶利哥城是充满罪恶的城市，按照圣经的形容是非常罪恶的，所以甚至到最后神下了一个命令，谁敢去重建这个耶利哥城，哦，他就要被咒诅。这耶利哥城是败坏到这个地步，这个城市不堪入目，而且她是耶利哥城里面的妓女啊，弟兄姐妹，她是里面的妓女，她的生命可以有怎样的深度呢？为什么她的生命竟然可以有一种超乎其他周围耶利哥城里面所有人的一种眼光，一种的视野，一种的高度，来知道以色列人一定赢呢？他来怎样来看见，他怎样来知道，而且他是妓女，你知道我一直要强调这个东西，因为圣经是强调嘛，我没有刻意什么，圣经的确是强调他是妓女，不然不信的话我带你们看新约也是一样的，哦，他是妓女，他是耶利哥城罪恶之城的妓女，红灯区的妓女，他怎样可以有一个眼光知道神在以色列的当中，他怎样可以知道，他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勇气，甚至这个勇气超越当时摩西选出的12个支派当中的精英，听好来啊！摩西从12个支派里面选出精英，派进去迦南地做探子。12个里面，10个没有信心，没有勇气，甚至拉合的信心还超越那10个探子。你想象得到吗？拉合的信心还超越过那10个称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的做探子的勇气，怎么可能？他的信心是怎样可以做到跟神对齐？怎样相信神？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看拉合自己的宣告，在约书亚记2:9-13，拉合这个妓女讲什么话？你看9节这里开始说，
拉合对他们说，对他们是谁？这个他们是那两个探子啊。拉合对这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哇，都没有发生他就知道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是事实来的。在耶利哥城里面很多人都很惊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心都消化了就是 融掉了，怕到融化掉，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听见了，听到吗？听见而已、啊、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听见而已啊，就好像今天你听讲到听到而已啊，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这两位探子，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哇，这个就是拉合跟这两个探子的一个很清楚的在他们面前的一种宣告，我相信你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而且我相信你的上帝可以救我这一家，你看到吗？我相信你的上帝可以救我这一家，虽然我不是以色列人，虽然我是对在你们眼中我很败坏，我是在罪恶之城里面，而且我是罪恶之城当中最罪恶的、哦、在红灯区里面的妓女，可是我相信你的神可以救我和我这一家。我们看另外的经文，在雅各书二章14-17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什么？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我有信心，可是我的信心产生不到行动出来的，可以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但是又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个是很出名的，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关于信心和行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他继续在24节这里说什么，你看雅各用谁来做比喻，你看他这里说什么、啊、24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我再说一次，妓女拉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的妓女哦。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为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讲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可是行动上没有彰显，没有做出来，是死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要再做一个懦弱的基督徒了，你知道吗？懦弱的，不要做一个懦鸡啊，做一个懦弱的基督徒，我们做一个强，心中充满着信心刚强的一个基督徒。要怎样做到？我想和大家分享第三点，这个高字，占心高。有一个组内的朋友开玩笑跟我说，这个不是三高吧，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那些哦，这个高是恩高的高。弟兄姐妹，这个高跟恩高的高读音一样的，一样的读音，高和高 OK 一样的读音。高视角，我们看事情有高视角，在一个高的视角看事情就看得清楚。打仗的时候，如果你居临高地，你在高地打仗，你看的东西就多就广。你驾车，你的车在高，你就容易看到整条路的画面。如果你的车很矮很低，就很危险，看不到画面。你在高视角看的事情就清楚一点。高视角是因着领受恩高。我再说一次，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今天可以有高视角的生命，看东西在高处看清楚，也明白，也自然会有信心，也会有勇气，因为我们有高视角。但是有高视角是哪里来的？是从恩高来的，是因为你领受了神所给的恩高。恩高将来 OK 好，我要恩高将来。我们来看恩高从哪里来。恩高这个字在圣经里面Anointing， 我们讲圣经里面最主要讲到一个受膏者，后来指向的是谁啊？不管是先知、祭司、君王，后来要指向的就是耶稣，受膏者耶稣基督。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明白耶稣基督他领受什么恩膏，而且他也愿意把这恩膏赐给你，如果你懂这个事情，而且你去支取的话，你就会有这个恩膏。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相信
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所有恩膏，最后都要因着耶稣，只要你有信心，你都可以领受的话，你就可以有这个恩膏。可以受膏者耶稣基督有什么恩膏？我们讲刚才我们看到整个，我们讲啊，整个耶利哥战役，哇，多么奇妙了！神将透过约柜罢了啊，约柜罢了，开这个约旦河啊，号角罢了啊，号角罢了，围绕七圈罢了，七圈罢了啊，就让那个城墙倒塌，喊罢了啊啊啊啊，喊罢了啊，那个城墙就要倒下来，哇哦，阿伯伊尼，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的确就是这样。因为里面有恩膏，我再讲一次，为什么可以这样方便呢？以色列人要打耶利哥城，他们没有城墙，他们的武器是什么？他们40年在旷野嘞，你以为他们40年在那边做武器啊？你以为以色列人在40年在旷野那边啊、开始把那个木变成铁，把铁变成铜，把铜变成武器啊？他们要怎样对付这个耶利哥城？在里面有军人，有士兵，有城墙，怎么打得赢？如果没有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迹般的这些改变，神迹般的大能，神的工作，不可能的。但是原因是有在的，其实就关系到这，我讲这五个，至少五个，我给你们看一看这个列表，至少这五样事情我读出来，然后我再跟你们讲每一个的细节。在耶利哥的战事，在战役里面，至少有五样事情你一定要注意的。耶稣亚这个名，耶稣亚这个名跟耶稣这个名，就是新约后来耶稣的名，是一样意思的，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Joshua 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是一样意思的，就是耶和华拯救。 B 逾越节的羔羊，你要知道耶利哥城被在倒塌之前，由这些 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做了一件事，刚才我忘记提，现在我要提，他们纪念神，他们逾越节，他们守逾越节，他们在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在还没有打仗之前，他们守逾越节。所以第二点很重要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得胜的公羊号角声，你记得吗？刚才我说他们围绕那个城一天一次，一天一次，第六天也是一次，第七天围绕七次。然后在约柜前面行走的这七个祭司拿着七个号角，感谢主，我从牧师那边借来了一个牧师的借来的号角，他们在他在面前吹了这个号角，在耶利哥城墙面前吹这个号角。这个号角是什么？这个号角是用公羊做的，而且在那个时代，你要做出公羊的号角，这个公羊要牺牲，所以也代表着这个牺牲的公羊到底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继续讲一讲啊，这个公羊代表什么。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第四点就是那个红色的绳子，什么绳子？拉合，那个妓女拉合在放那两个探子给他们出去的时候，然后探子提醒拉合，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记得留下这个红色的绳子作为记号，我们就知道这一家不可以杀，这一家要救。所以这个绳子，红色的绳子后来代表了拯救，这个绳子在那窗口上面 垂下去，代表着这个拯救。第五是拉合这个人，我要说拉合这个人，拉合这个人怎样从一个妓女后来竟然成为一个圣女啊？为什么我说圣女？因为她住在以色列中间。然后很重要的还有一件事，等一下我跟你讲，她的后代，她的后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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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出来。好，我一个个讲下去，这个恩膏很重要的，让大家一起花时间我们来明白。第一个，耶稣这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代表着拯救。今天凡是信靠耶稣的人，凡是信靠耶稣的人，你心里面相信耶稣是救主，你在宣告，在嘴巴宣告上你承认耶稣是救主，你的言语行为跟你是要学习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就是在这个拯救里面，就是在这个拯救里面。所以不管是在旧约以色列人的时代，在新约教会的时代，在现在，只要你相信耶稣，这个拯救在你生命里面已经产生果效。第二，逾越节的羔羊。当我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纪念逾越节嘛，逾越节里面有个羔羊，这个羔羊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吃了这个羔羊，他们涂了，把他血涂在门框上面，他们就可以躲过那个灭命的天使。那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消息，怎样谁又中了病毒，然后每一天的数据多少，多少个人死，然后几百个人死，什么这些消息一大堆，我们怎样可以胜过这些恐惧？我们怎样可以在死亡这些种种的这些消息里面，我们充满着信心来过每一天生活？如果没有对神的认识，如果没有对耶稣他拯救我们的这样子的信心，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继续消沉的过下去，没有信心的随便过，不用计划，不用努力，不用突破。可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因为他们纪念逾越节，
就是这个羔羊啊，这羔羊代表什么？这羔羊代表耶稣钉十字架。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就是指向钉十字架的耶稣。今天耶稣为你和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感受好一点啊，自我良好啊。钉十字架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我们所有的过去啊，我 past 我们所有的过去不堪入目的，包括妓女的过去，所有都要在钉在十字架上面死去了。你的未来的盼望在十字架上面，因为十字架之后你要看到的是复活。第三个，刚才我讲的公羊角嘛，他们在那个耶利哥城面前吹了这个羊角，然后就赢了。你要知道羊角这个角在旧约里面，在圣经学者，在犹太人的眼睛里面，羊角代表着权柄，而且这个公羊是象征耶稣。如果你看启示录，你就更明白了，当他们讲犹大的狮子出现的时候，就会后来发现到竟然是一个被杀过的羔羊，被杀过的羔羊，而且这个羔羊是有角的，这个角代表着君王的权柄。所以当他们吹这个号角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是这个君王，他有君王的权能。所以当他们吹出号角，再加上人，所以最后等下我讲第五点，加上他们的欢呼，这个城墙倒塌。 OK， 第四点就是这个红色的绳子。所以、OK， 我回到第三点，如果你信靠耶稣，你就有他的权柄所赐给你的这个恩膏，你所做的每件事你可以有信心可以得胜，不是个人生命而已，还有你社会上所参与的每一件事情，你靠着他可以得胜，可以战胜你心中的恐惧、不确定感、害怕，甚至是你算不到的这些种种的因素，但是因着你相信神，你可以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第四点讲的红色的绳子象征着主耶稣宝血的功效。主耶稣的宝血的功效不只是救赎你的过去，不只是救赎你的现在，他也要赎你的未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很多不确定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很怕很担心，我们不懂以后会怎样，我不懂我做了这个决定会怎样。但如果你知道你住在耶稣的宝血里面，你根本不必要顾虑你的未来，你只要信靠耶稣，你只要信靠耶稣。第五点，怎样从妓女到圣女，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对妓女都有一点的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希望在自己的家人亲人里面出现一个这样子身份的这样子的地位的人。可是你看圣经，他一次又一次提这个人，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毫无免，没有避免，没有骂路，没有任何羞耻就来提他的名字。好，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这个在希伯来书11:30-32节，这里说什么？你看这个圣经这里，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然后继续下去要说什么？32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仔细的说，还有基甸啊、巴拉拉、参孙啊、这耶弗他啦、大卫啦、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啦，时候就不够了。哇哦！当他一提了这个妓女拉合过后，这些你觉得这些人不重要吗？你觉得大卫不重要吗？你觉得撒母耳不重要吗？你觉得这个耶弗他参孙的事情没有给我们参考的价值吗？一提了妓女，讲完交代妓女过后就停了，感觉上他有个这个作者嘛，有一点我们讲圣灵感动他，有一个目的性的停在妓女的事件交代了过后，就讲 OK， 信心的伟人你们都知道，就这样。一个妓女在罪恶之一个罪恶城市里面的一个妓女，怎样可以被神提升到个地步，放在这个我们讲信心伟人榜里面，成为一个这样子我们的信心的榜样。如果你看雅各书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他也是这样子说，雅各书2:24，这里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然后 OK， 所以你看到吗，妓女的身份在圣经里面竟然超过一次，那现在是第二次。然后我要告诉你还有第三次被记载，是在马太福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6。那马太福音一章这里很有趣，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啊，很多人就直接 skip 掉啊，就是我的意思说直接略过。
因为都是名字，你也不懂是谁。如果你读新约，你读刚信耶稣，你读新约，你读了这些，哇，谁神谁，谁神谁，谁神谁，哇，直接打带，直接跳过，然后看耶稣的事。可是你看，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一打带，你就没有注意到。这里说什么？一章一到六节，我慢慢的看下去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妈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王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祖先里面有一个人名字叫拉合，这个拉合就是耶利哥城里面的那个妓女，就是耶利哥城里面的那个妓女。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如果我们没有神给我们的恩膏来看待这件事，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膏来看待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做过什么不堪入目的事情啊？你看看你的手，现在我很喜欢叫我的青少年，如果在聚会里面，我很喜欢叫我们拿手出来，你拿你手出来，现在你试看，弟兄姐妹，你现在在线上，你拿你手，现在真的真的，旁边如果有人，你检查他有没有拿手上来，你看看你的手，你看看你的手做过什么事情，很坦白的，你看看你的手做过什么事情，做过什么事，好事很好，感谢神，但是很好，感谢神。恶事呢？对人不忠啊，不好啊，不义啊，欺诈的，欺骗的，偷的，抢的，色的，诱的，有吗？你看看你的手，这个就是你的过去，这个就是你的过去。你愿意来相信这样子的一位神，靠着他的信心的眼光，因着你相信他，他拯救你，他救赎你的过去，你有新的眼光，新的恩膏来看待你将来，或你现在的将来将要做的每件事，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愿意来相信这样子的一位神吗？你愿意来经历他吗？你愿意来处理你生命当中所有拦阻你去信靠神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结束的时候，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在圣经里面，这个耶利哥城的战役里面，我们讲这个战争里面看起来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我们讲 victorious， 非常的得胜，非常的美丽。这个跟我们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一段时间我们非常的开心，跟随耶稣侍奉神，跟弟兄姐妹好好相处，来教会也很开心，都很好，很顺利。但有些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一直这样的。我在提一提刚才我讲了，我特地去找林书豪的见证来听，真的他的生命充满着很多辉煌的成绩，可是在他最孤单、最潦倒、最害怕、最恐惧的时候，这些事情也是真实的。在他生命当中最低沉的时候也是真实的。我不懂在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面，这个时候特别是面对 COVID， 面对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性的这个所谓的灾难，你的心有没有消化？你是站在耶利哥城墙外面准备打进去的，还是站在那城墙里面心消化了那一个？你是在哪里？你要问自己，你现在在哪里？你是站在神那边，因为我刚才讲了嘛，站心高，第一个你要问自己的问题，你是与主同战，准备进攻耶利哥，充满信心喊一喊就可以进去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讲喊一喊就可以进去了，我在想啊，有一天啦，真的啦，你跟我就是回到过去啦，就跟着这个祭司啦，绕着这个耶利哥城啦，你想象一下，今天我跟你站在那边绕着走，走了 ，OK， 每一天走一圈，第七天走七圈，然后拿着这个号，那个号角，那前面那个祭司吹了，吹号了，吹号了，吹号了，然后准备了，要喊了，要喊了，喊了，有信心吗？有信心，一喊就可以赢哦，有信心吗？我不懂你是怎样喊的，像啊这样子啊，啊啊耶，你怎样喊？你有信心喊吗？在那个时候我在想他们有信心喊吗？所以你要问自己问题，你是站在哪里？你站在这个耶利哥城墙里面啊，不相信神啊，不信靠神啊，你在里面带着恐惧，然后你的城墙会 collapse， 会倒，你生命所信靠的，所依靠的健康啊，钱啊，保护啊，所有的这些保护有一天会倒下来的，所有东西暂时，你知道吗？
生命当中你看得见可以给你有希望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这个耶利哥城墙一倒塌，里面的人就完全完蛋了，就完蛋了。我们的生命也不是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面对着这个我们连这样小的看不见的病毒都不堪一击了，我们有什么可以有把握的？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你只依靠这一些，你怎样有把握？还是你要选择跟以色列人一样站在外面准备进攻，凭着信心来打这场仗？所以你要问自己，你要站在这个地方，你要站在这个地方，你站在哪里？第一个。第二个，你愿意有新的一个视野，但是这个视野来自哪里？来自勇敢。所以你有新的视野，你有勇敢的心，最后我要讲的这些东西的关键是在哪里？最后的关键在哪里？三个字，站心高。最后三个，第三个关键来在于领受恩膏，领受恩膏。今天神要把这恩膏赐下，透过你在神的面前的信心，透过今天早上你参与崇拜，你说我敬拜神，我相信神，我要看见转化，我要看见改变，我的生命要经历神给我的丰盛。你愿意领受这样子的恩膏吗？这个恩膏来自圣灵，圣灵给你这样的恩膏。这个圣灵是应许的，谁应许的？就是受膏者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的。我们都要领受这个圣灵，带着能力来做他的见证。你愿意领受这样子的恩膏吗？我想有一个拦阻我们的，今天有一个拦阻我们的，没有讲这个，我看我们不能继续下去。什么东西导致我们没有信心？我刚才说了吗？刚信主的时候充满信心，与主同战，但是信了主过后就越来越低沉低落。为什么呢？我们开始对很多事情，很多这种声音开始有意见想法，哇，好像不是这样，还是有很多疑虑在里面，很多担心在里面。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开始害怕，我们开始恐惧，我们不敢再想象有什么怎样的进步，在属灵生命也好，在生活上的追求也好，在这个我们讲在每一天的努力里面，我们不敢想象自己还可以怎样的突破。而且我们有很好的借口 COVID-19，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不能聚会了，不能实体聚会哦，不能哦，不能出去哦，不能传福音哦，不能做门徒哦，我们就很好的借口了。可是是这样吗？你满足于这样子吗？你说你这个不应该是借口，这个不是理由，神魔放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也有理由的，神啊，我们没有武器嘞，要跟这一帮人打，他们有枪，我们连枪都没有，不要讲什么，我们连车都没有啊，车马都没有，讲打，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不打仗嘞。神，你派这个叫耶稣亚的人带我们去打，你是疯了吗？我们怎样可以去打？直到他们看见约旦河开，我想神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一件事，让那个拦阻你的约旦河，让那个拦阻你的那个耶利哥城墙通通的倒塌。是什么东西拦阻我们？我想第一点要来看，你知道以色列人打赢这个打赢这个耶利哥战役之后，他们后来下一场战争就输，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在下一场就输了，下一场是叫做埃城，在埃城那边就输了。输在什么原因？输在他们拿了一个东西，拿了一些东西，一个叫亚干的人拿了一些东西，叫做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就是神不容许以色列人在这个耶利哥城拿的东西的，他们竟然去拿。为什么神不容许他拿？神不爱他们呢？神不知道他们的需要吗？就不给他拿。因为这些东西会拦阻，会影响以色列人的眼目，原本是相信神，后来转移视线去相信他周围的这些环境啊、物质啦、经营啦，甚至是偶像带给他的盼望。当他视觉一转移的时候，神的同在就离开。当你一不再与神同在的时候，神的同在就离开，你就马上经历失败。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信了主过后，很多开始感受到所谓的失望啦、扰乱啦，很多的担心忧虑啦，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再专一的信靠神，我们被很多东西影响着。我想很简单，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行动。现在你拿你的电话出来哦，如果你用电话看崇拜，就等一下你自己拿出来。你拿你的电话出来。这个电话是我每天对着的东西的，每一天对着。青年人，拿出来，不要假假，我知道了。OK， 你拿你的电话出来。如果你是用电话看崇拜的话，你现在电话就是在你前面，你自己坦白的，你自己开你里面的 screen， 你自己看。这样多个 apps， 你看到吗？看到吗？哦 ，OK， 我这个滑一下，很多，这个我们常常会用的这些，我们讲这些软件的这 apps 啊。每一天我们需要用多少时间在这东西上面？每一天我们需要用多少精力在这东西上面？我们有把同样的精力用在神面前吗？用来寻求他吗？来祷告、来敬拜吗？然后你讲我们那里有拜偶像 ，Pastor，
我哪里有不洁之物？我在我里面哪里有当灭之物？有以色列人因为取了当灭之物，他们生命马上败落，他们的战场马上输掉。你要问自己，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是你应该 unfollow 的？里面有没有一些友谊是你应该断掉的？如果你结了婚，有没有一些女孩子是你不应该这样 friend 的？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有没有一些东西你不应该看的？如果你讲你信靠神，神是你的满足，有没有一些游戏已经取代了神给你的满足？你自己去想 OK， 我不要带着批判的眼光来跟你讲哪一个东西可以用，哪一个东西不可以用，你自己想有什么东西取代了神。这些东西是当灭之物，你处理了先，你处理了先才来看占星稿。你处理了先，你愿意处理吗？我求主帮助你。这个是拆城墙的时候，这个就是开越大河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求神帮助我们，与主同战，有勇敢的心，领受恩膏，一起来呼喊。好，你知道吗？我的孩子在这几天一直唱一首歌啊，这首歌等一下你们自己回家自己就是你在家里自己开 YouTube 唱。不过我孩子这几天一直重复唱，一直重复唱，提醒我这首歌这样子唱了没有 slide， 你们听我唱啊，副歌是这样的：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从前天唱，昨天唱，一直唱，唱着耳朵一直循环这个歌。我都没有跟他讲我讲到要讲这个耶利哥嘞，他一直唱，他提醒我这个城墙要倒塌。今天我来提醒你，你生命的耶利哥城墙要倒塌，你才可以走进神要给你的丰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战战兢兢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审查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否有这些当灭之物抵挡你的。我们一口讲敬畏你敬拜你，可是我们另外一个在行动上，我们用别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刺激我们，挑战我们自己来爱这些东西。主啊，这个就是拜偶像的。主，求你光照我们，求你使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对你的信靠，我们一呼喊的时候，我们说够了 enough， 我们要把这些在拦阻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残泪，不能让我们专注信靠神的东西，完全的来到消除，完全的来到断绝这些关系。我奉靠耶稣的名，我求神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勇气，在我们当中有这些不应该有的人际关系的，主，我们愿意来一个正确的了断。在我们当中有不应该有的这些敬拜的模式，我们敬拜神，可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又敬拜这些我们眼前的金银宝石啦、钱财啦、产业啦、满足啦，来自任何东西的面子书啦、 Instagram 啦，各种各样让我们刺激我们眼目的东西，我们满足于这些。主啊，我们知道这些偶尔看没有错，可是我们自己要坦诚在你面前，我们已经看得入迷，已经看得无法自拔，已经看得着火了啦。求你帮助我们，愿意脱离这些的惨泪，愿意像以色列人一样过之后，在这个爱城的失败之后，他们愿意斩草除根，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奉耶稣的名，当我们有这样的宣告，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除去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当灭之物，我们凭信心领受神你今天给我们的三个字，主啊，与主同战，勇敢的心，还有领受你要给我们的恩膏。我奉靠耶稣的名，我们凭信心在你面前领受你透过你儿子耶稣基督这唯一的受膏者，完全的受膏者，他所领受的恩膏，今天因着我们对你的信心和在你面前的认真，你把这样子的恩膏也赐予给我们，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来过每天的生活，来做转化的工作，来做改变的工作，来做提升的工作，来做祝福的工作。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会当中，在职场，在国家，我们成为这个地的祝福，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主，你使用我们，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奉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进入奉献和回应诗歌的环节，大家可以透过荧幕上的 QR Code 来进行奉献。今早的回应诗歌是由本团的青年团契所呈现，歌名为《我的生命献给你》。
权柄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意识，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披荆释迦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将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意识，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假动堂的家人们，大家主里平安。我盼望刚刚的这个的信息有很深刻的帮助到你，非常感恩。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线上一起来崇拜。接下来有几项的报告需要你来注意的。
在这个疫情防范的期间呢，如果你需要到教会来使用教会的地方来进行你的事工或者进行你的活动的话，那么就请你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不舒服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在等待着这个 swab test 的检验结果，或者是你最近有近距离跟确诊者接触，就是 close contact， 或者是你是不是在隔离期间，这一些都不允许来到教会来进行，或者是借用教会的地点来进行你的事工。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的疑问或者是想询问，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办公室的俊明弟兄。从疫情到现在，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学呢依然持续的在线上有进行这一个的主日学，时间为待会儿的这个11:30到12:45。我们有分为两个班级，如果你的孩童是在3岁到6岁，欢迎父母能够带你的孩童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的儿童班，然后一起听故事做手工。如果你的孩童是在7岁到12岁的，也非常欢迎你能够提醒他在这个11:30的时间一起来参与这个的 Zoom 的这个主日学，让孩子他们相信他们都非常熟悉的操作这个的电脑。也欢迎父母们将这个的 Zoom link share 给有小朋友的家庭，让孩子们能够有机会认识到上帝，认识到真理。接下来我们有一本新书要介绍给大家，作者是宗秀礼牧师，书名为《在皮尔庞特的故事》，是一本关于情绪的一个课题的书。如果你想更多了解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要该怎么去面对和该怎么去处理你自己的情绪，你可以购买这一本书，价钱为45令吉，你可以拨打到我们的办公室询问我们的俊明弟兄。配合今年的青年主日，我们的青年团契也推出了7个免费的课程，自我提升免费课程，总有一个安你。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有来自是不同专业的这一个的青年人们，他们用他们职场上的专业来免费授课。我们欢迎18岁到35岁的青年人们能够了解这一个的课程。我们不只是在这个开放给我们自己教会的青年人们，我们也开放给社区的青年人们来报名，时间是9月25日星期六晚上8:30。你可以选择你有兴趣的，从这个7个课程当中选择你有兴趣的课程来报名。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些的资讯跟详情，你可以追踪我们的这个 IG 账号，是这个 GoBoneMYF， 来了解更多更新的消息。职场活出信仰很难吗？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基督徒的，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如何在这个疫情当中来脱颖而出，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参与由我们成年团契举办的职场讲座，是在9月25日的8:15到9:30。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周好俊弟兄还有彭和祥牧师在当中来为大家来分享在这个职场当中的这一些的见证和经验，不要错过这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以乐的报告。若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查阅教会的电子次序单或致电询问教会办公室。接下来我们有请惠牧师来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来领受祝福。我们阿爸天父，父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因为你的话语大有能力。今天你的话语赐下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呼求你大大的来建立我们的青年人。我们奉主名祝福我们教会的青年，无论是在读大学的，或者是在工作的，或者是已经进入婚姻的，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弟兄姐妹举起手祝福我们教会的青年人。主啊，我们呼求你自己加添我们的青年人能够有像约书亚一样的一颗的心智，不单是被主你使用，更是能够在这个时代看见神你给他们的命定，愿意的站起来，愿意的拿起这个勇敢的心，从你那里领受这个勇敢的心，更是要在你那里领受来恩膏。主啊，我们赞美你，求
你大大使用这个时代我们的青年人，使他们能够在他们所处的地方、所处的环境，他们愿意起来，能够让他们的生命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能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不但是自己一个人经历你的作为，更是他们的生命也要大大的来被你使用的时候，看到主啊，你自己的作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成为祝福，不但是影响他们身边的人，更是在他们的这个的工作场所上，在社区上，让更是他们的未来上，他们都要看到神你自己怎么样的祝福，祝福他们，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透过他们的生命能够大大的发挥影响力。我们赞美你，更是不单是青年人，我们也渴慕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的学习，我们都恳求神你加添力量给我们，能够像约书亚一样，能够成为这个时代有这个因为依靠你，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让你自己的作为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来祝福人，能够来影响人。我们赞美，我们祷告，感谢。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